闪光灯打开吗？怎么打了？不是拍照，是录拍视频呢。来给张文飞露个脸，往这看，行不行？速度慢一点。倒不了，那搞成这样再倒，他妈的稀奇了。原先就这样倒，原先就这样倒，原先就这样一转转就转了，现在不会了吧？重心有点偏，这样摆肯定不对了。这上面给勒正了。OK。